时护颜好安心，四款时尚镜框兼顾健康与美颜，中天快点购独家最优惠，好评热销中。我们在52台被撤照，我们在 YT 被限流、被黄标，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及，我们全都遇到过，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这个 App 好贴心，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一次满足。我是谭松韵，在《城之夏》里面的是许文金夏，非常可爱，喜欢钱，比较贪财，五百两黄金，哎呦，比较好色。辛苦你，文金夏和陆毅大人的爱情故事非常好看，大家不要错过。我陆毅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就是她。袁静香，大名锦衣卫，1月10日晚间9点，中天娱乐台。收看今天的前进战略高地，我是主持人郑义珍，非常高兴哦，一个礼拜呢又可以来见到大家了。马上就要跨年了，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希望，也希望世界越来越和平，所有的战争都能够结束。那首先呢，邀请大家全球大视野频道，你们都订阅了吗？欢迎大家动动手指给我们订阅起来，免费动动手指给我们最大的支持。欢迎大家多多的按赞，加一刷一排汉堡打卡咯，告诉我你今天在哪一座城市收看前进战略高地，义珍不定时会出现在线上与大家见面。首先邀请到今天摄影棚里头三位重量级来宾，首先第一位蔡正元蔡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今天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黄征辉黄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重点呢，乌克兰现在是否无力招架了？美国已经放弃他了吗？普丁的冬季攻势来势汹汹，北约还 hold 得住吗？乌克兰，还有机会吗？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一波你看到这个标题你就知道了，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在两年的战争当中发动最大规模空袭，这不禁让我怀疑，那先前俄罗斯到底用了他几成功力，还是俄罗斯从什么地方满血复活了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波的攻击，几乎什么武器都用上了，158波的飞弹，然后还有无人机。那在乌克兰多地受到攻击，据说有3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俄罗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飞弹攻击，这什么意思呢？乌克兰民众说，俄罗斯已经把乌克兰炸回石器时代。那再来，英国的BBC News 分析，他认为这一波的攻击呢，冬季攻势来得这么猛烈，代表普丁要表达的就是俄罗斯还是可以继续缠着乌克兰。蔡委员，我没有那么高的战略考虑了。这一波会发动这么庞大的空袭，主要是要报复前上个礼拜吧，当时乌克兰的用英国的这个暴风眼的导弹哦，攻击克里米亚的海军基地，那击伤了一条船，而且这个补给舰上面呢、有很多的伊朗所运过来的无人机。那这个被打击的某种程度来讲，等于是应该怎么讲？俄罗斯很没面子啊！怎么在自己基地里面？对，在自己家里面。这个军人的那种面子，再加上这个是普丁的面子吧？这个所以他普丁就下令啊，一定要对这个事情啊，严厉的惩罚乌克兰。但是他的目标主要还是一些，那他认为的军事目标或者类似的军事目标，或者政府机关。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平民的伤亡哈，人数不多。这么大的攻击啊，没有针对平民来攻击啊。你看看，如果是以色列的话，不用什么会百人受伤，这么庞大的攻击，什么可能百人受伤？所以他是，某种程度很有节制的哈。真的想把乌克兰打回石器时代？为什么打完了没电啊？没有天然瓦气啊？对啊，能源没有啦，电力没有啦，可是他没有攻击乌克兰的能源供应系统，不是粮食供应系统啊。所以这某种程度就是说，你下一次再敢来哈，
攻击我的任何军事基地，你下一次给我等个瞧。对，这一波已经先给你好看了。对对，基本上是。那到底俄罗斯用了什么武器呢？我们接下来看，也有这么一个消息啦，说好像是乌克兰已经收到 F-16 了。但是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消息真真假假都有，到底有没有收到呢？因为昨天收到，今天发动攻击吗？好，来，泽伦斯基认为，他说俄罗斯动用了所有类型哦，158种武器，包含了匕首、极音速飞弹、好巡航导弹，还有无人机等等。哇，他用的武器真的非常的多，包含了55枚巡弋飞弹、14枚弹道飞弹、5枚的空射弹道飞弹，各种武器能用的都用了。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而且芬兰现在很不高兴哦，他说呢，有一枚飞弹哦，他们怀疑是俄罗斯的飞弹，然后呢飞就是朝着从乌克兰的方向哦，进入了这个波兰的领空25英里，3分钟的时间。那现在呢，已经召见俄罗斯临时代表，要求解释。张安婷、张将军，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用兵呢、节奏调整。那现在乌克兰就是他目前的战争的潜力，几乎没有战争潜力了。战争潜力，他这个今年年初的冬季攻势跟今年夏天的夏季攻势都没有效果。他10%到现在18%的失土，没有收复。对，你看变成西方国家对他的这种心理战，他一直讲俄罗斯快赢了，快赢了。都是假的，这个认知战、媒体战、新闻战，在这一方面，俄罗斯一直受到西方国家这一方面的扩大的报道，然后给乌克兰打气，帮乌克兰讲好话，就乌克兰在这反攻这一方面呢，有一些战果了，俄罗斯快撑不住了。其实不尽然，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是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或者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本土的机场，包含这个战斗机有做攻击的时候，对，马上就要接的。俄罗斯就要做大量的报复，这一次就是这个，这次状况就是一样。所以只要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有一些战果，就会换得更大的报复，变成这样。所以你看现在，包括乌克兰的这个他的这个军队的总司令跟泽伦斯基之间，他意见已经相左了。现在是主战派哦，泽伦斯基主战，因为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联席办要继续打下去，不然怎么办呢？那当初为什么不谈呢？你现在在谈，这个叫家破人亡很多。好，那现在他的这个乌军的总司令呢，说要主谈，泽伦斯基是主战，变成这个状况。你像这个步调不齐一，你看会变成这种状况，怎么样去打？所以只要乌克兰有对俄罗斯有在军事上有所斩获，就会换得更大的报复、更大的战损，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呢，整个状况啊，变成整个作战节奏是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上。那现在就算泽伦斯基，就是乌克兰这个一方面拿到西方国家给他的 F-16 二手的 F-16 所能够发挥的战果已经有限了。对，因为它只是一个筹码，不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我们讲的这种战略的火力，它只是单一火力。那单一火力能够发挥的效果，而且我现在看到，就是它这158种，它各种的都可以进出哦。换句话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的部署、军力的调动，还有这个战机各方面，可能掌握得很清楚。对，它可以做机场、做源头打击，因为它只要派轰炸机或派发射远程的巡弋飞弹，或者是弹道飞弹，直接把那个做源头摧毁。所以他这 F-16 拿到了太晚了。如果是在刚开始俄乌战争爆发，他拿到了乌克兰拿到了 F-16， 立刻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或战术的打击，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效果。那现在的话，已经两年过去了，对，已经洪荒之力，已经后继乏力了。你再加入这个东西，时机不对。就是说我们用兵的时候要适当的时机，这是黄金时段用这个是最棒。现在已经这个兵疲马乏了，然后呢？这个西方国家，包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包括美国所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资源，你看2.5亿美元越来越少了。那你就知道火力不济，这个财力资源也不济，你叫乌克兰如何去发挥后继的战力？而且他的兵，我们知道，我们上次看那个整个他征召的都已经到55岁、60岁了。你这样的话，换句话说，年轻的都已经战损了，对，就已经没人了。你后面的这些到底召集过来还多少战力？你年纪越大，战力越低，因为他的体能就会受限嘛。所以我们来看整个状况来看，从战术的眼光、战斗的角度，还有战略的铺陈，
这个乌克兰是占了下风。对，所以目前来看呢，俄罗斯占上风，要攻要守好像掌握在普丁的手上。但是我们先来看泽伦斯基自己内忧外患，我们请黄正辉黄舰长。因为今天呢，联合国安理会呢15个成员国马上开了紧急会议，然后英国就说好，我要援助你防空飞弹，但如果以数量来看，是不是远远不够呢？你看这一波俄罗斯发动158波的飞弹攻击，那英国这一次说好，我给你200枚的防空飞弹，那美国呢？意思一下，军援2.5亿美元，含防空军火。倒是我们来看这个乌军的总司令扎卢日内，据说他投书。因为他跟泽伦斯基就不和，现在好像台面化，那就有记者爆料啦，说这个扎卢日内呢想跟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希望有停战协议，明年初要停战，显然跟泽伦斯基是对着来的。其实这我们不要说很细，看大的你就知道，北约美国的援助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趋势，不可能反向变多。对。然后第二个，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处于战争之中哦，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你要抓住那个叫做战略机运，偶尔一出现的时候，你要把它抓住，扭转你的整个的劣势。那这次处于俄乌战争中的俄罗斯呢，它最大的一个战略机运就是以巴冲突。以巴冲突一完毕之后，他会密切观察三件事情。第一个，以色列会不会停手？他不说，联合国叫他停，他停，他会不会停？这是第一个他要观察的。第二个，美国会不会抽身？说哎呀，你不要把我惹进来啊！第三个，伊斯兰世界会不会袖手旁观？他观察到现在2个月了，我请问你，这三个的答案是什么？通通是对俄罗斯有利。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抓住这个趁势用势，狠狠的教训一下乌克兰，告诉他，你不要再去妄想了，那个战场是更大的一个战场，北约美国会在那里的。这个逼的乌克兰会想办法说，是不是我应该要谈判？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以谈判为主。泽连斯基最近讲过一次，他说乌克兰的这俄乌战争，他认为会打5年，可是以巴会让这个战争可能缩短到3年以内。大家慢慢看，因为这个东西，以巴战争才是真正世界的最大的一个危机。没错，而且美国现在在忙什么呢？他在红海护卫队，好不容易今天丹麦终于松口了，好，我要加入美国的这个护卫队。现在据说呢，很多的这个货轮开始决定呢，试试看走红海这条路线慢慢回来。好，但我们现在先来看从上个礼拜讲到现在的这张安婷张将军，现在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美国很大声宣扬我们击落了很多胡塞组织的无人机，结果被我们发现说，哎呀，这个是杀鸡焉用牛刀啊！美国用什么？用标六啊，400万美元的标六，还有标二哦，标二的话是250万，还麻雀100万美元来打胡塞无人机。胡塞无人机据说啦，如果说最贵啦，最好的大概就10万美元上下而已，就很便宜嘛。好，那现在呢，这个超级大黄蜂也出现了，10个小时之内在红海连续拦截，然后击落了多枚的飞弹跟无人机。我们就来看，如果说是超级大黄蜂的话，美国的成本会不会稍微低一点点呢？对，拿这个超级大黄蜂去打无人机而且拿它的空对空的飞弹去打，那的确是我们讲到的付出的成本大，无人机便宜，对，无人机便宜，拿了飞弹比较贵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打那个巡弋飞弹呢，是拿这个我们讲的拉布恩号的这个飞弹驱逐舰神盾级的去打那个弹道飞弹，还有这个高速的巡弋飞弹，它是这个样子。然后拿标六、标三以上，我知道标三就可以打人造卫星了。对，它曾经挂到 F-15去打人造，作为低轨的人造卫星，你看可以打到代工去。那标六更升一级的。然后去打那个弹道飞弹，弹道飞弹便宜哦，拿标六去打弹道飞弹，弹道飞弹是便宜的哦。我们要本效比 ，CP 值啦。对，你拿高价去打这个低价的，但是美国有钱呐、啊，美国是有钱。然后这个 F18大黄蜂，超级大黄蜂，它有大黄蜂跟超级大黄蜂，这个是拿超级大黄蜂。对，它的这个 APG 这个拐起，这个 APG 拐起雷达就这个样子，相位阵列雷达，可以把这个所有的空中的目标无人机150公里他就发现了。对，那发现的时候马上通知这个神盾级驱逐舰准备了，人家已经过来了，朝向哪一个地方去，马上把目标鉴别给他，然后他就这个马上就做
因为有时候无人机它是低空，因为曲度的关系，没有那么早会发现。但是大黄蜂发现了，从空中上是没有地球曲度的，它看得远，它高。然后这个无人机它是低，就被抓到了。而且他们挂了一个夹舱，这个夹舱哦，征兆夹舱挂在这个超级大黄蜂啊，挂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得出来，它挂在它的翼下。对，就这一个，这个就是电子光学侦测夹舱，上面还有雷射测距。它专门来抓无人机的吗？有动的目标。哦，有动的都可以抓得到。而且动的速度不是说我们看到汽车的速度，没有，汽车速度慢了，它把电脑换算，这个不是目标，比汽车速度快。电子光学感测到，有雷射测距仪抓到距离大概多少？那距离大概多少？这个经纬度就标出来。我们把这个放大，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很清楚，这个就是电子光学感测器。对，这边个雷射测距仪就把移动的无人机或者是这个低空飞掠的这个巡弋飞弹就抓到了。所以抓到之后就告诉这个。所以超级大黄蜂等于佩戴了你说的这种雷达，然后呢，成为这个驱逐舰的眼睛，让它看得更远，先去抓目标。对，一定要多功能用，除了雷达之外，因为有时候雷达会看不到，但雷达看不到，空中来看，空中的我们讲到的 APG 拐九的相位针的雷达去找，再加上电子光学感测器去抓，这样子才能够要很多搭配，雷达搭配的电子光学搭配了，就真正确定这个目标。然后目标的航向高度就抓出来了，目标的航向高度抓出来了，就知道用哪一种武器去打。你刚才讲了有标三、有标二、有标六，还有这个海麻雀，你就知道这个时候拿什么选用哪个武器最当。你能够用海麻雀，就不用用标三，也不用用标六，因为海麻雀便宜，用海色的。就是建设的麻雀飞弹去打就可以了，所以它是有目标、有选择性的，这样子的话能够创造最大的 CP 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胡塞组织啊，就是叫青年运动的这个组织哦，它所发射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它的巡弋飞弹，还有弹道飞弹呢，它所能够创造的战果是非常有限的。我看新浪网的标题就很有趣，他说美国的航母出马呢，用这个超级大黄蜂来拦无人，来拦胡塞的无人机，就是主打一个有钱任性，然后拿几百万美金的这个飞弹呐，然后来打这个便宜的无人机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确呢在红海有很多的认知作战哦。舰长，向大陆泼脏水的部分，胡塞组织发射两枚反舰飞弹，但是没有击中目标。现在呢，一个泼脏水是现在有媒体就开始报道了，他说中国就是反舰飞弹的供应者，这是美国网站国家利益，他认为，他说因为中国才有啊，中国是唯一被确认拥有真正反舰导弹飞弹的国家，但是中国打脸，他说这个我们是高度机密，我怎么可能说给就给。还有东风21D、东风26跟伊朗胡塞用的简易版的，这技术上有差距，你要回过头来看，我刚说什么？没有击中目标，意思就是，如果是我中国的，我怎么可能没有击中目标呢？舰长，一般我们去看这些认知战的时候，你要稍微理智一点去看，像所有的这些东西在跟我讲的时候，我第一个看说，他凭什么理由得到这个结果？他一定有些现实事实嘛，线索增厚。我从这里我看他的结果是什么？那他们这一次说，凭什么说推断是中国呢？因为这个胡塞组织打了两颗导弹，那胡塞不应该有的，那这个技术应该可能只有中国有，这个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啊，这是完全是仇中的言论，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说动机在谁？动机你要知道，伊斯兰世界是非常反美的，他们看着他们小兄弟被打了，像好比说伊朗、土耳其，他会做事吗？不会的。第二个，美国在这里面反美，我看反的最厉害的是俄罗斯啊，或者北韩啊，这四个国家通通有能力提供，所以动机而言，中国大陆排在这四个国家之后，绝对的。还有第三个就是能力，中国大陆如果要是给他们飞弹打的话，我研判他那个船会被打沉，而不是被反击，因为被反击下，它一定是次因素，肯定是次因素。如果你用我们熟悉的飞弹来比较的话，大概是熊二。那中国大陆有所有的东风系列，它都是无解。我说这个无解不是我猜测无解啊，对，是这个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三年前写，他们十年之内无法逆转，就是它没有办法反制这么快的超音速飞弹。所以如果中国大陆去打的话，会击中它。那没有击中，相对而言去反推，包含北京他们所回答也是，我们打我们就已经打中了。所以从这三个来看，
它都不太可能。当然这个世界没有百分之百的，对，这个东西你说你要叫我猜它几率是多少，1%、2%、3%，绝对不超过5%。但你说70%-80%不可能，几乎通通不属于它的。嗯，所以这就是一个仇中心态下的认知战。所以真的是舰长认证的这认知战那还没完呢。其实啊，在这篇报道里面分析啊，他说胡塞可能用的是波斯湾系列的反舰飞弹，然后呢有改进版的改进导引方式，但是命中率还是很低。波斯湾系列谁的？伊朗的啊。这个蔡委员还有一个泼脏水，这个也是很可怕。他说大陆的海军居然拒绝救援以色列的货船，有可能吗？这是在以前叫 Twitter 现在叫 X 平台，他说美联社突然发布的新闻，中国军舰在曼德海峡拒绝协助以色列货船，无视他们的呼救，有吗？有这个消息吗？直接新华社官媒反击，他说这就是假讯息，这就是恶意炒作，美联社根本没有这个报道，这个附图哦，连这张照片哦，因为这样看起来有模有样，好像真的有这个报道。这个附图是2016年在柬埔寨拍的，从头到尾都是假的。这表示有人在制造这个抹黑中国的行动吗？相信团队，亮眼专业，最强战力，史上最年轻名单，平均年龄47岁。听专业，相信专业。大家好，我是主播张若愚。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25岁之后，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想要北泡泡的 QQ 脸，吃的保养最重要。皮肤好，人不老，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石纪言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德国专利原料进口，成分天然，零添加。平均分子量2000波尔顿，小分子好吸收，重金属需要检验 ，SGS 检测全过关，品质安全有保障。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 Q 弹，甚至产后补充，都十分推荐。在这里想告诉大家，这不是药。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90天青春有感计划，拥有弹性美肌，超级 easy。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中天文创 Keep Fighting 推出中天女神榜及中天男神榜，精选女主播和男主播最美照片套组。在中天专业的工作表现之外，今年照片风格特别期望传递每一位主播们的专业自信与独一无二的个性。中天女神男神美照套组，给您无所不在的陪伴。2024，我们相约一起 Keep Fighting， 坚持奋斗到底。每位主播4张美照一个套组，将附赠中天2024文创相框一个，请上快点购下单即刻收藏，输入推荐码有额外折扣。是冤家，放开！不放，不放！是恋人，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就是你，袁金夏，我可以容忍她见我次脚下，却见不得她伤害你分毫。是仇人，陆毅，是我仇家的儿子。金夏，为何偏偏是你？最虐心的纯爱古装大戏，天哪，冷笑！大明锦衣卫，1月10日晚间9点，中天娱乐台。第一个，这个第二个泼脏水的小消息啊，就是有最近有没有以色列的货轮经过曼达布海峡？没有啊，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货轮不敢进出啊。有的就是以色列公司所拥有的英国的货轮啊，这个倒是有啊。所以没有以色列的货轮经过。第二个，没有以色列货轮经过，怎么会有危险呢？需要攻击，需要被援助呢？从哪里跑来的？第三个，这个吉布地离那边很近啊。如果说有货轮啊求救的话，这个在国际法上，如果刚好中国有船在那边的话，中国是有义务救的，这是一个国际义务啊，任何人都要去救啊。如果是以色列军船，那中国可以不理，不干他的事。所以援救的范围一定限制于民船跟商船啊，所以。
这个假消息可能也不止一桩啊。对，而且连缅甸社都说我没有这个报道。没错，所以就对，没错，最近这个认知作战就是很多。对啊，谈认知作战呢，让我回到那个前面的俄乌战争那一页，更经典，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大家。老婆，你可以帮我回到第一章吗？俄乌战争那一章，好，你要讲普丁吗？不是，讲那个。泽伦斯基，泽伦斯基跟扎卢日内哈，对对对，这两个人保到什么程度啊？前天晚上嘛，台应该是我们北京时间是白天，但他们是晚上。扎卢日内就突然开了一个记者会啊，说哈要再征兵50万啊，不是我的意思，他说我是军人啊，我是指挥作战啊，征兵是国防部长的权力，不是在我的权力。这个话也说对，他说是政治家，是总统该做的事。总统要我去反攻打什么仗，我跟总统讲要有50万的兵力我才有办法再反攻啊。那总统现在把它推过来说我要求征兵50万，为什么为征兵吵了？因为再征兵的话，这个乌克兰老百姓是很反对了，已经不接受再征兵了。对，那不接受再征兵的话，泽连斯基想要这个东西把责任推给扎卢日内，扎卢日内想把这个东西推给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发生什么事？他们两个斗得非常的激烈，因为一直都有消息说，这个扎卢日内就是下一任的乌克兰总统。那泽连斯基位置坐得不稳。第二个更严重的是说，泽连斯基现在的民调声望远低于他的总司令扎卢日内。那第三个最经典的故事是发生在前一段时间大反攻，我们发现说。这个泽连斯基是一个完全不懂军事的政治人物。在战争中，政治人不懂军事，那也太离谱了。那证据在哪里？他泽连斯基讲说：“哎呀，这个苏联发射的 X1101 跟 X505 啊 ，X101 是5000公里的巡弋导弹。哦，那这个 X505 这个编号是不存在的。”只有 X55 X54 是500公里的，那我也不晓得说，他对于这个武器的认知怎么会差距那么大？我不太懂，问他们两个，这个以俄乌战争有需要去发射5000公里的吗？5000公里巡弋导弹吗？所以目标不是乌克兰，对嘛？是射给美国跟北约的朋友看的。对他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那再加上一个不太懂政治的。的军队总司令，这两个人真是绝配，他不吵架才有可能。然后泽连斯基不放心这个扎卢日内就发动他党派的议员到军队里面去监军，然后监军的时候，这个总司令认为这个时候不应该进攻什么地点，比如说不应该进攻第聂伯河对面的那个滩头阵地。可是议员下令说，总统此事今天一定要打出一点成绩。就。军队打过去了，真的俄罗斯也让你进来了，可是后面补给辎重都过不来，他就打后面的补给跟辎重，那前面军队就陷入困难，对，那所以你知道不断的派人去，不断的打你后面的补给，这个所以证明就是说一堆不懂军事的政客，那只是为了国际宣传，那这个总司令觉得我军人子弟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打仗也要照顾啊，所以昨天的记者会他特别讲。我们应该进入战略守势，要减少我们士兵的伤亡数字。这个跟什么？等下指控啊，泽连斯基，你不顾我们阿兵哥的什么生命？生命哈，再争就没兵了。对，所以这个又第二个，再接下来还有一个更经典的争论了。这个谁啊？那个泽连斯基又派他的一群议员，他底下好几个他提拔起来的漂亮女议员，去指控这个扎卢日内。他在奥德萨拿的博士学位是假的，不会吧？这个在乌克兰也有博士学位是假的，先像会超像台湾的肥皂剧啊，是啊。然后扎卢日内二话不说，以军事机密为由封存30年，真的假的啦？也是30年。对，俄乌战争到现在真的是让大家看的那一幕，我都想笑翻。乌克兰人很可怜哎，不是，那是真的，笑话，那是真的，那真的在乌克兰上演，你们哈。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总司令跟总统两个人都是这样，真的。我说，这不台湾的翻版吗？对啊，而且现在你知道吗？战争大家都已经觉得对乌克兰已经很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他们还内忧外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导播，你给我南海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中国对于南海发生的事件的措
词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用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来，《人民日报》报道，菲方在南海屡屡生事，持续散布假讯息，无视中方的善意，一再挑衅中方原则跟底线，是极其危险的行为。那么在12月20号的时候啊，王毅当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中菲关系十字路口，如果误判形势，甚至跟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互相勾连，中方会坚决回应哦。然后隔了5天再说一次。好，毛宁说，希望菲律宾悬崖勒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讲完这些话之后呢，我们就看了、那菲律宾总统呢，小马可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哎呀，虽然美国帮我们这个海上巡逻，但是呢，马德雷山号的这个情况，仁爱礁的情况呢，菲律宾我们想自己解决。哎，什么意思？之前不是好像都是靠着美国在给他撑腰，现在又说要自己解决，只是说说而已吗？张彦廷，张将军，对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月的12号，12月12号，习近平访问越南，因为越南在南海的也有29个站岛，但是越南跟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你看这个南沙诸岛的越南站岛，中共这方面的军事的动作几乎没有，因为这个方面他已经讲好了嘛。但是问题是，越南他从来没有把域外的势力，包含日本、包含美国，把它牵进去。他每次都低调处理。哎，这个问题要处理得很好，他专心发展经济。现在就是菲律宾，那菲律宾把域外的，包含美国、包含日本，整个拉进来。变成这个状况，好，既然拉进来的话，把域外势力拉进来，那这样的话，中国在中共在这一方面，他就大张旗鼓了嘛，就对着仁爱礁，还有包括黄岩岛，这菲律宾的这些动作，以及派这个海警船去做拦截，去做拦截，不让他靠近马德雷山号做海上的运补，变成这个状况，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是因为菲律宾把域外的势力拿进来，但是现在菲律宾他又考量到了，他是因为经济可考量。他跟中国大陆要做生意，菲律宾最大的这个贸易国是中国大陆。那要做，那现在这个气氛搞僵了，怎么做生意？尤其是菲律宾农产品大量是卖到销往到中国大陆，那怎么办？那当然是气氛要弄好啊。那幸好现在降有点，这个语调有点降下来了。那由我们菲律宾自己来解决。那这个话就放出去就缓下来了，是没有把日本跟美国签进来，尤其是1951年所签订的这个就是美菲啊。共同协防条约讲得很清楚嘛，因为在军事上他们两个是同盟的，有同盟关系，那现在把这个气氛放缓，所以气氛放缓，我认为这个球还是放在菲律宾这边，看菲律宾怎么样去处理，那怎么样去谈，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处理马德雷山。马德雷山处理有三个条件，第一个维持现状，按时运补，第二个他要在左右边加盖高架小屋，为什么？因为上面的居住的条件环境很差，而且马德雷还会这个台风来了还会晃来晃去，万一哪一天的时候真的就解体了。但中国怎么会给他盖？对，那中国不会让他，可能不会让他加盖，要经过跟我到看他怎么样去处理，你就要不是拆掉，要不然我帮你拖走，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菲律宾怎么样跟中国大陆去谈，而且上一次的时候那个。中国大陆驻菲律宾的大使有讲话，而且放重话，那个菲律宾的参议员那议员就说把他给就是说把他驱离了，就是说离开，就变成了离开住所。但是小马克思说不要，因为他的当然这个中国大陆驻菲律宾大使他就有这个责任来讲这个话，所以不能说把他做驱离，本来要做驱离动作的没有，我就知道菲律宾的态度放缓，要不然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对菲律宾非常不友善的这方面的这个言辞，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动作菲律宾态度放缓，那至于怎么样发展，我认为还是要最重要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美国是什么态度？他是不是美国如果不放手，那小马克思被绑下去，那小马克思就没办法走杜特地路线，杜特地路线原则上是走和解路线。那他因为小马克思在美国存款还有几百亿美元在美国手上呢，是被控制的，那所以我认为是美国的态度。那第二个呢，我认为是看中国大陆要怎么样去是睁一只眼闭，但中国大陆态度是很明确的，对，很明确的状况之下，我认为会向中国大陆做倾斜，所以菲律宾在这方面的态度的放软，我们可以想而见之。对，那美国呢？其实美国在南海一直都有一些动作。黄舰长，我们来看一下海空大
斗法。好，这个其实我们平常看不到，但是呢，你会现在发现哦，是不是他们出船旁边都有媒体啊？美国海军胜利级的海洋监视船能力号进入南海，很多人就在分析啦，他进来南海干嘛呢？平常的时候啊，他的任务呢就是来收集海底地形、水文、深水洋流，给潜舰部队提供资料援助。好，可以测潜舰的方位啦、类型啦，好，可以传送友军。那如果跟 P8 反潜机配在一起呢，可以来抓解放军的战略潜艇吗？它这一型船哦非常特殊，我这里有一张图，我大家很仔细的看一下它这个船是什么样子。嗯，你去注意看啊，拉近的时候你发现它中间是空的，对，一个洞，它只有两边贴着底下，所以这个船也不是非常重的哦。它大部分的船体是悬在空气之中的，记好，这个船非常非常的特殊。然后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因为它把这个东西悬上来之后，因为你要知道，当船在跑的时候，它所有机器在震动，当当当当震动，对不对？都是它的船体。如果我今天这个船是一般的船，是陷在水里面的，嗯，当它跑的时候，这震动声音啊，它要仔细去听水下的声音，它怎么听得清楚呢？所以它一定要让它船体的对水下的干扰减到最少最少最少，嗯，就是把它拖在空中，然后底下的那种内容尽量让它不要震动，所以你就知道它是如何的在乎水下的安静的程度。那它不是海测船哦，海测是海测哦，我们有一艘达观舰，对不对？达观舰出去可以测水下的这个所有水下的那个叫做地形，它那个声呐叫做 Martin Beam， 就是多频道，它一打出去跟一个那个网子，那个叫什么，四海这样打出去，这样收回来，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雷达。嗯，但是我特别看到这艘船的两个雷达，第一个是低频脱曳声呐，专门负责听的；第二个是低频的主动声呐，那发波出去的，它没有办法测海底地形，所以它的目的不在抓海底地形，它就在找水下奇怪的音源。然后他找到奇怪的音源之后，他可以配合空中的，就像 P8A 去抓潜舰，或是还有别的其他什么东西。像这种船，你要怎么干扰他呢？我建议中国大陆也不要骂他，也不要打他，也不要赶他，你就一直持续保持四艘那个叫做渔船绕着他转，干扰他。那个声音很响，哇，响！这四艘绕五个小时之后撤出来，再换一艘。这是自由航行的区域嘛？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啊。嗯，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攻你，我就一直绕着你走。只要四艘船在他旁边绕，他就知道他全部耳朵，你就把他可以弄，全都听不到了。用渔船就可以破解。他一艘船可能要150亿、130亿。对。那你一艘渔船多少钱？你四艘小渔船在那边绕多少钱？以后来不要骂他，也不要吓他。就去干扰他，他来几次他就知道，算算了，不来了。内行的你知道吗？一句话就破解这个美国的高科技。不过最近哦，解放军倒是蛮厉害的。蔡委员最近说，解放军哦，这个影片我们等一下应该给大家看哦。南海实弹空战看什么部分呢？这一次哦，实弹空战的部分呢，解放军的空警500，他指挥歼击机，然后准确的击中空中的标靶。很多媒体分析，这个是不是演习给美国跟菲律宾看的？这个不需要给谁看啊，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军自己的战斗实力能够经过一波一波的演习不断的提升啊。嗯，你美国一定会知道嘛，那你放在自己心里面有数，就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来敲门嘛。嗯，如果你没有多大本事来敲门，你就小心哦，门里面丢出来的砖头会砸伤你的脑袋。对。那对于这个空警500哈，能够到达这个指挥，就第一个看指挥量有多少，因为以后的战场不是单一目标要攻击哈，以后他指挥的啊，可能要指挥的很多很多的歼击机，要攻击很多很多的目标，等于指挥的这个多对象、多目标的一个攻击。那现在他只是新闻上只放出来说，我打中了一个空中的标靶，这是基本动作啊，哦，啊，就是基本功。对，基本功而已啊，哈。那跟真正的挑战哦，就是他们两个人很熟悉战场的管理嘛。嗯，你怎么知道美军来了几架，好，或者有多少的飞弹，对不对？那你这个要有这个，空警500哈来指挥。空警500是国际公认非常好的一个啊一种空中预警机，对，真的非常的好哈，也非常的先进。那现在就是秀给你看啊，就是要秀肌肉。对。
但是未来战争的时候，真的接受挑战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能够指挥多对象啊，然后多目标，攻击多目标。那这个如果能够有机会来在战场上展示一下哈，他的这个声名一定会更加的暴涨。没错，而且有时候大家都会说，平常呢演练归演练，这基本功绝对要达到100分，因为有时候在实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尤其现在大家说可能武器都还没出来，电子战就先攻了。张彦廷张将军，因为平常我们很少看到这个雷达，但是据说这个是厦门的气象雷达站被严重干扰，你看怎么会？雾雾的，对不对？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它被严重的干扰，说讯号变成雪花。据说这是两机对峙散发的大功率电磁波。那发生什么事呢？来往上看一点，大陆的运八电子机以及呢美国的 EP31 的电侦机啊，两机碰上之后呢，军事迷戏称这叫做南海的电子竞技啊，张将军。对，讲这个电子战之前，我们先讲那个刚才空警500指挥机哦。指挥其他的打爆空中标靶，这个就是比如说讲霹雳幺可以打450公里，但是问题是飞机发射的这些它的雷达就150公里，就它打了400公里的目标，它根本看不到，但是空警500看到了。看到兵役，发现好日子已过去，八字不好，可能会再延长一期。好不容易读到大四，却要上战场去，而你家孩子在美国，却要我当兵。完全执政的绿色朝廷，只会用谎言统治岛屿。反正说什么大家都会相信，就像网上的龙，也对身体有益。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 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寄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快点给我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中天文创 Keep Fighting 推出中天女神榜及中天男神榜精选女主播和男主播最美照片套组，在中天专业的工作表现之外，今年照片风格特别期望传递每一位主播们的专业自信与独一无二的个性。中天女神男神美照套组给您无所不在的陪伴。2024，我们相约一起 Keep Fighting， 坚持奋斗到底。每位主播4张美照一个套组，将附赠中天2024文创相框一个，请上快点购下单即刻收藏，输入推荐码有额外折扣。所以是 A 射 B 导，这个歼击机发射这个霹雳幺五的飞弹，然后由这个空警500去导引打那个目标。我要射到哪边？其实是空警500告诉我的。对，变成 A 射，这一个歼击机在射这个导弹。但是由这个空警500去导引它打这个空中的目标，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这个机载雷达，这个歼15也好，歼16也好，它的机载雷达看不到那么远，看不到400公里，看不到500公里的，它目标获得是没有办法的。目标获得交给空警500来目标获得，然后目标获得由空警500去引导这个霹雳幺五的飞弹去空中嘛，而且它这个演习嘛，就验证啊，对，只要说验证可不可以啊，打得到，验证可以了。由 A 射这一架飞机来射这个导弹，然后由空警500去做导引，然后命中靶标，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看电站，电站的话，不管是中共的这个运8的电子干扰机，还有美国的 EB3 的电站机哦，它这个它们功率要够强，功率够强，那功率够强整个就盖台啦。对，所以有两种，第一个盖台，有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个图，这个气象雷达的图，我们可以看那个台湾的情况不清楚，因为都罩住了。台湾在你的右下角，右下角，对，右下角，你指的那个地方是台湾的西部，对，那个整个台湾的西部是这个样，它整个这个样子，以后整个都变成绿掉。对，你说我们有没有看不到？就被干扰了，全部干扰掉，因为够强，
所以这个雷达，这个是只是气象雷达，我们还有这个深搜雷达，就是搜索雷达，搜索雷达还有火控雷达，就我们讲的追踪雷达又不一样。那这杜普勒雷达，这杜普勒雷达呢，很容易被盖台，很没有变，就是要怎么样去滤掉？它有时候没办法滤掉，因为功率太强就滤不掉。嗯，因为这个 EP3 的电站机或者是运8的电子干扰机，功率太强了，滤不掉就被干扰到了。那你这样子，你这样的话，飞机在哪里，目标都看不到。对，这是一个干扰，另外一个是伪冒。今天的电子干扰机它给我伪冒，伪冒放出去感觉到哇好多飞机嘞，这是假飞机哦，你感觉到哎好多飞机，假讯号，这个就是我们讲电子伪冒。对，为伪冒其实根本没有飞机，就你看了上面有50架飞机，有100架飞机，好多飞机哦，因为它这个是这个、就是电子战，所以将来打仗哦，电子战非常重要。如果电子战够强，敌人所发射的飞弹失效，嗯，因为你的飞弹盲目了，目标不见了，雷达失效了。那你这个飞弹乱跑，对，一定要最大目标，目标在那个地方，最大目标过去中了。他现在没有，前面目标不见了，被伪冒被遮蔽了，结果这个飞弹就失效了。没错，这个就是那跟他的有两个效果。第一个，为什么要派这个我们讲的运8电子机，或者是美国 EP3？ 你电站飞机不是自己又有飞机的 power 不够强，电力不够强，嗯，你电力要够强才能干扰。结果电力不够，为什么？他靠的是这个我们讲到的。涡轮发动机带动的附件齿轮箱，附件齿轮箱带动的发电机，拿这个电器供应它的电子干扰的设备。那电子干扰是很吃电的哦，所以要源源不绝的供应。对，所以飞机的，毕竟飞机的发电机的发电效果小，对，你这个运8的电子干扰机，它的 power 就很强。对，它是运8改良的嘛？对，运8改良，20吨的载重力，电子装备，电子强，干扰整个区域。那这个一般的这个歼16或者中共的这个舰载机歼15就从航空母舰起飞的也有电站，但是问题是它是小区域干扰，因为它电力不够强，要战斗机所能够吸挂的电站装备是夹舱，是比较小型，装在运8的电子干扰机上面是大型装备，所以干扰效果比较好哦，所以整个全面盖台，所以整片啊雪花都看不到。再来补充一下资料呢，你知道运8的最强最狂战机，它曾经在东海哦成功模拟超过200架的战斗机雷达讯号，就是刚才张一婷将军讲的假冒战机嘛，对，然后呢让日本韩国很紧张，紧急派了大量的战斗机升空应对，然后没有发现目标。因为这就是运8电战机放出来的假讯息。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北斗也是越来越强了。北斗呢又再一次的再添双星啊，而且这是一箭双星呢，北斗天空当中多两颗卫星在港。好，中国大陆成功发射了57颗、58颗的北斗导航卫星。那这是在2020年7月3号正式开通之后呢发射的第一组中原地球轨道卫星。那么现在在轨的北斗导航卫星就增加到了48颗了。那现在呢就更确保说可以提供安全、连续、可靠的服务，可以就下一代导航卫星开展新的测验技术。全球定位精准优于5米，这有多厉害呢？蔡委员，我们之前不是常常在讲说，早在一年前吧，北斗的精准度已经超越美国的 GPS 了，日定位量已经超过了3000亿。尤其哦，这个图里面没有讲给大家听哦，有一个导航，相信有很多这个中大陆朋友，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有在使用，叫做高德地图。你知道吗？我们常常用导航的时候呢，其实像我的导航是 GPS， 它常常会抓不到我在什么在哪里，它只能大概的知道我在某一条路上。但是呢，高德地图它搭配北斗卫星，可以精准到你在哪一线车道，你得。等一下准备要换车道了，要靠右，它的精准度就是这么厉害，精准度定位可以做到1公尺内的车道级别。蔡委员，北斗是一种导航卫星系统，他讲说全球定位精准度优于5米啊，对，就是基本上小于5米的意思啊。嗯，不过它这是民用的，军用的只有几公分哦，应该更细啊，更细，它是两个军用的，军用是只有20几公分而已啊。它就是民用的，它就给你偷偷加了一点这些杂音啊什么的，让你稍微大一点，不能让你太准。那所以这个军用它不开放给，它好像军用只开放给俄罗斯，啊，俄罗斯而已。前段时间呢，在
在他们做联合演习的时候，听说他军用开放给俄罗斯使用，但民用的啊五米啊，哎呀，真从那么远的地方到地球上只差五米，那够精准了、啊，够精准了、啊，难怪说车道都很准。他的五米的计算哦，我跟各位解释哦，那五米的计算不是说我跟他没有差距可以差到五米，不是这个意思哈，他是从空中下来以后某一个定点哦，某一个定点呢，在五米的一个直径范围里面的啊，是这个意思的啊。那它是优于五米，就是少于五米的意思，这已经非常非常好，因为那个什么，因为 GPS 的民用呢，大概是十五米，它等于它的三倍距离。对，所以你如果用 GPS 哈。看 Google 的地图啊，如果有时候引导错误啊，你不要怪哈，不要怪地图。对，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平均的误差是1.7米啊，1.7米啊，很算是很精确了。对，因为我们不要忘了，近嘞，还有时间差，因为这是你的车子，哎，对，你的飞机是动态的。它这个扫描过去，我们当然是以光速来递送，它在36000公尺，同步都要到36000公尺嘛，这很清楚。它还有时间差要算进去，你时间差之后，时间差就有位移，对，位移就会有误差。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美国的 GPS 啊，误差是比较大的。你有时候开之后，奇怪了。将近50公尺的误差，对，他有时候在什么？当然，他也当然可能有时候的时候太阳黑子效应。我就想问，对，他是故意的吗？有的时候是故意，真的弄不准。两种方式度比较低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它比较粗糙，它的信号比较微弱，造成时间延后延迟，所以你的这个它的定位误差就大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有时候可能是太阳黑子活动，太阳黑子会有太阳磁暴，太阳磁暴的话会干扰这些电信号。那太阳磁暴它的时速非常快哦。它的时速是600万公里，它一个小时跑600万公里，电磁波会往地球这边。对，当然我们地球没有问题，是有大气层做保护，影响比较小。但是太空的这些 GPS 的定位的卫星，它受到影响，是这样受到干扰。有时候是大自然环境的干扰。没错，而且现在呢，它这个哈，它只是概括来说了。对。那个它基本上不同用途的精度也不一样，其实民用的会有差别哦。如果是给飞机用、航空用，大概一米而已。哦，就在亚太地区啊是2.68米左右。但是如果是非洲的话，那对不起啊，稍微大了一点了。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北斗的精准度早的这超越了 GPS 啊？对，而且呢，如果是军用的话，最精密度可以到达10公分。哇，那就简直就没有误差了嘛，直到哪就是哪。导弹哦，对，这个不能要打中人家，不能够太那个，不能够太粗糙。对啊，北斗呢最近也获得了国际接纳的系统标准 ICAO 的标准哦。再来，因为今天空军张将军在这边，我们就顺便来问，是不是美军也会用北斗呢？据说他们会佩戴这个手表，里面除了 GPS 之外，也可以连北斗，就是因为有时候 GPS 会失效，找不到位置。对，这是备援设施，备援。我们不能，它不能只靠 GPS 会被干扰。那这样的有 Corona 系统，有伽利略系统，又有中国大陆的北斗系统，大家彼此交接，你不会同时4个当掉啊？对，那就可以了。这就是备援系统。那它原则上啊，因为其他的可以做欺敌。这个 GPS 还有北斗可以做调整的哦，可以做干扰哦，把你误差整个向东偏移5公尺哦，可以这样子做的哦。哎，那时候，如果是被欺敌，那没关系啊，那我再看伽利略，看一下这 Corona 系统是不是这样子，三个一校对之后，这个是正确的啊，这个备援系统，所以它这个 U2 飞行员不能只是光侦察，靠 GPS， 我靠 GPS 之后，我再 check 一下，拿那个北斗系统再 check 一下，如果两个都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了。如果两个里面有误差，那你就要去想，要去择一个来验证哪一个是正确的。但之前比如说像南华早报就有报道，他说啊，美国 GPS 常常会限制用户使用这个系统，就给你开开关关的。所以有时候你在用 GPS 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这个时候不对耶？你如果常开车，你会觉得。这个时候误差变大了，告诉你没有付费。对，这误差变大是这个样子，但有时对啊。所以是真的会，会。那回过头来，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因为吃过这个闷亏哦，所以才发展了北斗系统啊。接下来，黄正辉黄舰长，八国的雷电二发射有可能采北斗吗？讨论了很久哦，巴基斯坦他们的国产雷电二的空基巡弋飞弹测试啊，据说可以射程高达600公里的这个巡弋飞弹，它就不用 GPS， 他用北斗。
这所有的飞弹，尤其很远程的时候，他打的时候，他在中间都几乎要了解他的位置，包含无人机都是一样。完，我到哪去了？我要往哪里走？那这些东西以现在的电子技术，不是 GPS 就是北斗啦，就是俄国啦，什么等等等。那任何一个国家去选择要哪一个系统的时候，他当然是选择跟他最友好的国家，他不会跟他选择一个敌对的国家。敌对国家随时把你一关掉，他那个飞弹飞在空中到哪了不知道啊。那巴基斯坦跟谁最好？巴基斯坦是谁的巴基斯坦？当然是中国大陆。所以他要选，他脑袋秀斗，他也会选中国大陆的北斗。那我认为这个 GPS 最基本一下可以把它忽略掉，因为北斗啊，因为都是三个定位，一般来讲导弹三个定位，第一个 GPS， 它不会只有单一一个这个 GPS， 第二个它用惯性导航把经纬度列进去，我要攻击的目标新德里哪一个地方，经纬度它从度到秒到分到秒是很精细的，到小数点下面那很精细，已经到秒去了。对，那第三个它的地球照相比对，它哪边河谷山脉。这个建筑大楼啊，然后大桥做比对，所以 GPS 定位加上地形比对，再加上惯性导航的经纬度，它是三重比对的。所以为什么那么精准？从那个窗户进来就从那个窗户进来爆炸了，攻击进来了，因为它是三重，这么准到这样子，不是只靠 GPS， 也不是只靠北斗，它靠了惯性导航跟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照相地形比对，它终端叫做巡标，好比说我要打总统府。我从这里起飞，我在这里是一个一般的附近之后走终端的，也许十公里之前，我的雷达也开了，我的视觉也开了，我在最后再抓，要抓的目标要很精准的时候，就是好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但在之前比较粗略一点，对，所以是非常的精细的。这个我们这样说法可能大家会误解，比如说他北斗二号，就是一般来讲北斗二号讲的是第二代，因为第一代他已经淘汰不用了，就是第二代这十五颗啊，专门只是亚太地区在使用的哦，它跟北斗三号是不一样的性质啊，33颗，它北斗三号33颗是全球定位在使用，然后这个而且其中33颗其中啊有3颗哈是对专对中国大陆这个静止不动的所谓的静止卫星，指的中国大陆同步的卫星，中国大陆对，那还有3颗哈单独。对，针对亚太地区，就是隔壁的日本啊、韩国啦、啊、台湾啦、啊，那听懂了吗？听懂了哈，对，有不同的功能就对了啊。对对对，其他的是可以涵盖哈，全世界其他地区。了解了，谢谢三位专家。那他这个刚发射完毕啊，我开玩笑说，多2颗，非说南部比较用的比较少的，我就收回来，因为已经涵盖在里面。的确啊、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哦，人民海军。那最近中国大陆的海军呢，有很多。的这个新消息哦，比如说一些新的舰艇啦，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黄舰长今天也在嘛，055A 是否有可能入列东海舰队呢？排水量又是破万的，15000吨，垂直发射系统超过128具，最厉害的是它据说会有电磁炮，还有全电推进系统啊，所以表示说这艘船上面的发电也应该需要非常的强咯，非常大的强。我先说动五五啊，可能一般不是海军不了解，动五五现在是目前全世界最有战力的、最令海军向往的一型船，这是动五五。动五五 A 呢更进步，目前动五五这个就是算它的旧的了，8艘，4艘在北海，对，4艘在南海，有我们这边来4艘北海，刚舰长讲的、南昌舰、拉萨舰、鞍山舰、无锡舰，然后南海的呢就是大连舰、延安舰、遵义舰还有咸阳舰，中间的东海没有，为什么？对，为什么北海啊它要面对的是日本、韩国，他们都有神盾舰，还有美国也在那一带，南部南海那复杂了，那一路过去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东海各位就是台湾，台湾海军跟它差异现在非常之大。对，就算我要武统，我说北京要武统，基本上它的制海不是靠水面舰跟你去争，它根本战斗机就把你基本上整个的制海之功都已经拿下来了。所以对它而言，它不需要用这么好的战斗舰来未来武统，也许动拐五、动拐六它需要。这个他真的不需要，所以他目前上下各摆4个。如果再有动五五 A 出来怎么办呢？我在想他会不会继续往上下摆，或者摆中间，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去观察动五五 A 这艘船哦，
它有多大的吨位啦，它有多少个飞弹发射管，其实不是重点。它这一次有两个相当特殊的东西，就是一个全电推进系统，这是有史以来对第一艘这么大吨位15000吨的水面战斗舰采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是非常特殊的啊！如果你了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划时代，这是一个完全跟以前海军是不一样的。相信团队，亮眼专业，最强战力，史上最年轻名单，平均年龄47岁。听专业，相信专业。没想到也有这种口味的酒，对，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家哇，这个惊艳跟惊喜的。因为我觉得人生都会有高峰的低谷，每个人都会有三间苦辣酸完了，像喝酒一样，这种口味嘛，有涩味，有前韵、中韵、后韵，有香味，有甜味，有苦味，这就是人生。人生对，像沙瓦一样，就是这样。人生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就像我的维新初体验。其实呢，有时候你手机如果放在包包里，你要从包包里拿出来，其实是很麻烦的。尤其如果你是背后背包的话，我出国的话都一定是会就用挂绳，就手机就挂着，反正就一直挂在胸前。那你要用的时候，很快就可以拿起来用。有时候你搭那种捷运啊或是公车，有时候人可能一多，你需要赶快抓东西的时候，你手机其实一放，你的手就空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手机挂绳是非常的方便，它蛮有设计感的。再来是我觉得它因为是比较宽的那种肩带，所以其实你背起来的时候不会那么有负担。常会看到有些朋友，他们真的是一直在找手机，或者是手机放着，然后临时要拍照，他们又找不到他们的手机，所以我觉得推荐给他们的话，其实是蛮方便的。吴欣盈、萧美琴、赵少康，唯一一场副总统电视辩论，1月1号下午2点举行。中天将全程实况转播，并邀请专家即时评论。1月1号下午2点到6点，请准时锁定中天新闻2024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特别报道。第二个，它是电磁炮，你可以看到他说还有电磁炮吗？对，我相当怀疑这电磁炮能够怎么样，所以我很关心这两个。对啊，吨位。管束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打无人机？当然有可能，如果它的电池很厉害，以后它的电池的电量，因为电磁炮你就是想就是瞬间哇电量这么高，唰又退回来，这个是一个电力的控制，只有一个人现在控制的是出神入化，就是中国大陆的马伟民。嗯，所以我们看着他，如果马伟民都做不到，全世界大概都做不到。嗯，但是他能不能做到，我很好奇。那现在还有说，如果说动物 A， 然后它搭载鹰击21，可能就是目标，你知道吗？不是它附近的，可能目标就是拒止的外国军舰。我应该这样子讲啊，所有的军舰，不管它是飞弹快艇，或是这种动物啊，不管哪一种巡逻舰也好，不管我们海那个叫做我们海巡舰也好，它都是海上一个移动的载台。嗯。它装什么武器，它可以换的，尤其像这种战斗舰的 VR 垂直发射管呐、啊，它可以放防空啊，可以放鹰击21啊，可以放鹰击18，可以放鹰击12，随它换。所以当你说，哎，动物我可以，动物我也可以装鹰击21，对，前面动物也可能也可以哦，就是它只要去换，装上这个发射系统就好。所以那个东西也不是我在评论的一个关键，因为就跟讲这个人。我拿什么武器，所以我觉得我拿枪，我拿射击炮，我拿刀，这是我的手拿什么武器，但重点在我这个人，他这个人就是动物 5A 的全电推进系统，对，神盾系统。我先跟你讲，这是世界一个划时代，海军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进步。嗯，那这里面显示啊，这个有可能可以阻止美国的航母，美国航母当然会紧张啊。动物 A 它已经这么强了，它还有电磁炮，然后如果它再装了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哦是可以到1500公里的哦。很显然，这肯定不是目标台湾或附近的国家啊，已经是超越航母战斗群的防御半径。然后再来呢，还有鹰击21是无法拦截的，太快了，太快了，四海里，因为它是前坡体，嗯。
它是我们讲的那种乘坡底，叫高超音速，对，是乘坡底，它出去会脱离开的那个乘坡底，就在高空，在这个地球这个上空的飘啊飘啊飘，轨道你抓不到，这对航空母舰来讲简直是在很头痛的事。它跟鹰击十八不一样，鹰击十八只有600公里的射程啊，那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导弹，就是超音速大概2马赫，就10马赫。而且是乘坡体变轨道的，我不想要全叫他们两个，我看不出来说你目前的航空母舰大概顶多也是用标六吧，可是标六根本你那个拦得到鹰击21吗？没有雷达可以观测，目前无解。美国真的目前无解的研究报告，10年之内，他3年写的研究报告，10年之内无法逆转，他们克服不了这个。所以应该这么讲，就是全世界反舰导弹第一款用乘坡体。对，因为它从太空过来，对，从太空过来又是它最重要的是它速度太快了。你这个10倍的音速要拿反弹去打它，很难去打到，你锁都锁不住，怎么去打？对。第二个到最后面的是方阵快炮进步防御系统，10倍音速它根本守不来，拦不住，已经饱和攻击了，超过它能量了。如果是我这样认为啊，5倍音速以下是有可能，对，可以打得到，因为它到十倍了，太快。10倍的话，音速是每秒钟340公尺，对，它现在一秒钟就是10倍音速是跑3.4公里，你只要地大就是3.4公里了，根本来不及。方阵快炮最大的射程也只有4公里而已啊，你一直来不及，它已经饱和攻击了，就跟这一次10月7号的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去拦截那个加萨过来的那个火箭炮，它火箭炮慢，但是它太多了，对，饱和攻击超过它的能，它的载能没有办法做，而且更吓人，它是乘坡底可以放核弹。对，他平常的时候末段攻击速度就已经10马赫了。对，难怪放核弹之后，难怪美国最近这么紧张，一直想办法想说，哎，二战的什么东西、什么基地，赶快要恢复使用。专门打航空母舰用的，打一般的船舰都专门拒止美国靠近使用的啦。好，那在中国大陆的潜舰哦，也是很厉害哦。这个大陆的039C 的潜舰。它也是可以搭载鹰击十八现身东海，而且这艘潜舰是可以隐形的。张汉廷、张将军，你对这个有研究吗？他说下水一年就服役啊，已经算是蛮快的。他的第一个，他节气推进系统推进，他这样子音量就低了，非常安静。我们就是要去在刚才舰长又有讲到嘛，他不是说那个美国的那个胜利级在那边绕的时候，你放个底下放一瓶子吵他，他听这个老师声音在旁边，对，他没办法做区分了。他这个就是有点不是说隐身，因为他的音波你打声呐出去，声呐的音波碰到他的时候，他是有角，他那个角度反射的角度把它散掉，就跟雷达波是一样的。要又绝气，他自己本身的噪音量就低。第二个，他的那个弧度又出来了，让声呐去抓他的时候，他收不到他所折射的。反射的这个音波，所以是没办法抓到。他现在又搭载的是鹰击18，鹰击18打多少？鹰击18海射的，它可以打550公里。是这个东西。那航空母舰的作战半径，它的有效警戒区400公里，也就是250海里了，就400公里，它在外面就开始做攻击了。那做攻击的航母舰一看哪边跑出来蹦出来这个东西，你又对它来讲又是个威胁，因为没办法，它在它的包络线之外发射鹰击18打你。你被你会让成航空母舰的战斗群猝不及防，因为你突然过来了，那这样已经进入它的包络线之内了，它会猝不及防，是这个样子。声音又难发现，它又有毛又比较长，对，超过400公里是这个样子。所以要拒止美国航母有很多招，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哈。它的每一种柴油引擎都有很大的困扰，它需要有外界的空气进来，然后在里面燃烧，拿着排气，然后大陆上这个叫做 Air Independent Propulsion， 就是 AIP 哈，这一款它台湾翻译成绝气引擎嘛，绝气推进嘛，绝气 Air Independent 独立于外界的空气，对，它不需要用外界的空气，也就是说它用。在内部的燃烧过程里面，它完全不依赖外界的空气，所以它也没有排气出去。那这一款技术啊，有好几种规格的那种引擎啊，其中有一个叫斯特林引擎，是挪威人在很早很早发明的东西，中国大陆把专利买过来，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进。那个东西本来是在一般货轮上用的，结果他把它
弄到引擎的潜艇里面可以用，那全世界大概都是用这一款，包括美国是用，美国现在没有，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传统的柴电引擎了，对，日本有哈，都是用这种。那中国做大陆做的非常的好，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个技术改善的一个过程啊 ，AIP 就是 Air Independent， 那它现在装到这个新改善的一些大陆的柴电引擎啊，就是真的让这个其他要侦测你啊，你怎么没有排气的声音呢？就少了一个抓它的方式、啊、更重要，它不需要外界的空气的时候，就表示说它在海中可以航行的时间会更久，不像一般传统的走一段时间就要上来可能三五天、那它可能三五个礼拜、对，可以加探头出来，所以就它的隐身是这个意思、对对，是可以探头出来，可以躲比较久、对对，但就像看我们的潜水一样嘛，我们潜水有时候有人像背好一点啊，憋气，憋气给憋很久，有人憋不了太久啊。对，它是个种所谓 AI， 比较我跟外界空气隔绝了，就会给它带上那个什么氧气筒一样哦，在水里面潜行很久，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潜水艇啊。而且据说就算它探头哦，你看哦，它最新升级的它是有一个蘑菇头指挥塔的围壳，它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也是一样，就要避免被抓到，好，可以减少敌方主动声呐对这个潜舰讯号的强度。所以说啊，中国海军现在啊要抓这个，你知道吗？拒止航母。我在想啦，未来航母会不会越来越不敢接近了？舰长，我很快的讲一下这个蘑菇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其实蘑菇头很早就有了，这是德国当初在哪里跟瑞典一起的，这是瑞典 2A26 它的蘑菇头，看到没有？这个蘑菇头，我跟你讲，其实它真正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浮航车。在哪个位置啊？头头这整个都是啊，整个浮出来的全是啊。它的帆罩是一个凹凹凸凸的，对，很光滑。它就是在不单光滑，它就是有一个角度。它在浮航的时候，因为浮航的时候，水面舰用雷达波怎么看它？就看这个帆罩。它现在把这个帆罩是不是搞得变形这个角了？它就跟水面舰搞了很多的切角一样，就是你雷达你比较难看到它。第二个，它在水下水阻会非常的低，这是中共所有的原级潜舰都做了这个的改进，所以中共的像刚刚委员说的 AIP 啦，什么各种的这种能力，他们现在的叫做传统潜舰原级的这种 ABC 三级哦，都是大概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一个好的潜舰。对，还有最近大家在网络上疯狂的讨论哦，第四艘航母即将亮相了，大陆的海军哦最近的这个实力啊，真的是让大家刮目相看哦。福建号航母下水之后呢，大家还在等它什么时候海试。好，这个时候呢，来聊天室的好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节目，先帮我们按赞应援哦。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做个互动，你觉得第四艘航母有可能会取什么名字呢？来，这边有四个选项是网络上讨论最热烈的，好，你帮我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一，你觉得会不会叫广东号？加二台湾号？加三江苏号？加四四川号？而且很多人在讨论，有可能是四川号吗？欢迎大家好朋友加一、加二、加三、加四，或者是加五，告诉我你的答案。舰长，海军所有的取名呐、绝对不是有一艘出来我才取名的，他在整个的建造之前，他已经想好了所有的航母要怎么样取名，然后这基本上的建议都是海军的在做这个建议，上面很少会去改的。那他一定有些原则在，那我因为他不会跟你说他要建几艘或者他的原则是什么，但是我从他现在已经有的三艘去看了，他有三个通则，这是我目前看到。第一个通则当然是省名，省的名字。第二个通则是贴海，这也都不是问题。第三个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的，他都是海军官校的校址，他是培育海军的人才的地方。好比说第一个这个辽宁舰，对，那里有个大连海军舰艇学校，这是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这个海军大概都从这里出来。还有一个山东舰，对，山东青岛有一个海军指挥学院。然后福建舰为什么？福建有一个叫做马尾海校，这是一个海军非常有名的一个，出了多少很有名的将领，像我最敬佩的一个将领叫做叶昌同，他就是马尾海校入学的。是，那接着剩下第四个，你要满足这三个。那满足这三个的第一个，我猜广东，因为广东有一个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有一个黄埔水师学堂，这是属于广东可能的。第二个江苏，为什么你知道？
它是我们海军的一个叫做雷电学校的位置。嗯，这是江苏雷电学校，也是我们四大军校之一哦。然后还有一个，我这是最近才找出来的，我想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选，因为可能有的中国大陆觉得不好。河北为什么？河北是北洋水师学堂，当初他们叫天津水师学校学堂，所以河北也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对，因为就他们而言，台湾是我们的。我们左营海军官校也非常有名啊，像我就是左营海军官校毕业的啊，所以台湾也可能符合这三个条件。哎，那网络上大家网友在猜测的四川有可能吗？我觉得是最不可能的，因为四川不靠海啊，又不靠海，又不是海军官校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取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站在海军的立场去看，谁在拟定这个海军的名字？海军的人啊，那当然他拟定上去，可能上面的好比说决策的说，哦，我不要这个名字，通常很少。在台湾发生过一次，当初我们的记得基建四烧，我们叫做什么记得明德武德什么的，结果上面那时候阿扁他们执政，他是取这些名字干什么？不要德，我们要基隆左营，他就是要取非常本土化的名字，可能会改，但是已经有了这三个了之后，我认为后面去取四川的几率哦，除非下一个中共总书记是四川人，不太可能。蔡委员，你觉得呢？我觉得台湾最有可能，我同意这个建议讲，有可能左营海军官校嘛，对不对？有可能。左营有可能，因为总不能找一个没靠海的吧？说四川的，但是我认为啊，如果是要取这个台湾的话，那换轿车，我认为是有政治遗憾。嗯，那当然有。对台湾有政治遗憾，就是说他准备要有一些政治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述，对，变成这样子，他就这个就是政治说辞了。是的，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举个例子啊，假如他取了台湾。他一出海的时候服刑，我们邀请他到台湾来远航，邀请他来这个破港访问，好不好？两岸会多好啊！你去想一想，那个军事的化解，那是不得了的事了。敢做赖清德，是的啊，这个话题的确哦，在网络上讨论非常热烈哦，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福建舰又有新的照片曝光了。来，这张导播，你给我下一张电视墙，在福建舰又看到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最近哦，中国大陆我还特别对于这个军事迷哦，发表了，就是说，请军事迷哦。如果说拍到了一些什么新的武器，请不要乱剖，这是我看到的。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福建舰上面看到了什么呢？之前我们看到了测试的小红车，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全尺寸航母平台上出现了攻击十一无人机的模型，然后旁边还停了歼十五跟歼三十五的等比例模型哦。张将军，这是不是代表歼十一会登上福建舰呢？这是我们讲的，这是攻击十一，攻击十一，对，它是无人的。那现在啊，中共的这个歼三十五是逆中，是将来歼三十五搭配的歼十五，歼十五没有逆中，然后歼三十五上去的它是逆中，它负责制空。把这附近的空权呢，有威胁航空母舰或威胁他出任务的空中的这威胁交给 F 这个歼三十五，有歼三十五，他逆中，他负责制空。那剩下的任务呢？这个战场主角或者密接支援作战对海攻击就交给歼十五来做。所以他是分工的，美军也是这样分工。美国这个 F22 是负责制空，美国 F35是负责打击，是这样子。就跟美国的 F15跟 F16，美国 F16。是负责打击，对，美国 F15是负责制空，哦，它有分工，欸，那现在多了一个攻击十一，攻击十一，它是要用弹射的，还是它可以垂直？它将来说这个是弹射出去的，嗯，因为为什么放在福建？这个不能放在辽宁，不能放在山东，太大台吗？有没有？因为它这个是它的推力不够，它这个角度起来没有，它弹射出去可以，因为攻击十一重。对，他如果连武器挂了进去的话，十公吨呢，哇，那起不来，超重的，而且他是逆中，那逆中的话，他将来的话是做打击，就是你做敌后渗透，因为他这个攻击是可以飞4000公里耶，喷射，而且又逆中，比敌人看不到，雷达看不到，可能比如说歼十五，加油量很大，他的然后放两枚大型的。这个我们讲的歼20先踹门，然后攻击十一，紧接着上去攻击，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哦，那个制空，我讲制空交给歼三十五，对，就是这样子。那攻击十一的话，它的就是它的优势在哪里？它变成世界第一款逆中无人机放在航空母舰，对，隐身优势，是第一款，对。所以它有没有放出去，敌人不知道，它就挂两架，
放个两架在上面，他出去的，然后变成渗透攻击，这个渗透攻击是让神不知鬼不觉。对，因为谁也看不到。攻击是一最大的好处，是他不怕死。对他没有人，他没有战损。叫他去，他一定去。因为无人机，无人机就是这样子啊。无人机反正我战损是战损了吧，反正我没有人员损失。他可以当僚机。对，那到时候到最后没有他，他这个他就可以自己做无人僚机，他不要，因为这个比较昂贵。对，这个适合攻击做敌后攻渗透攻击渗透轰炸，派他去。他这个可能对重点的，我认为这个攻击时要打的话。是打雷达战，打雷达战嘛，把雷达摧毁，斩首，斩首也可以，也可以，斩首也可以，打雷达战可以。另外，对，如果是在海上的话，对敌人重要的军舰，实施刚才讲的斩，就直接攻击了列。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航母是不是越来越不敢靠近了？因为太多武器了，不是打航母的，攻击十一不是打，不是，哦，那它这个是对地攻击，是对地攻击的，对地渗透攻击了，是对，我们要渗透攻击。是因为大家都在说嘛，到底这些舰载机可以为中国的航母带来什么样的升级优势嘛？刚才张彦廷将军讲到的空中斩首行动，然后可以扩大福建舰航母海空域的态势感知能力，好，可以比较早发现敌军来袭，进一步它也可以征收，它也可以电子战，它也可以打击。那现在中国还很厉害的，有一种叫做金丝罩，他说啊，可以让巡弋飞弹哦，它飞在空中，但是你在雷达上看起来，你会以为它是客机啊，蔡委员，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因为客机速度不可能那么快啊。这第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看到有一个是用这个0.85马赫在飞的飞行体，你把它当作客机，那不太可能哦，不太可能。我是觉得这可能有点的过度解释哈。每对年轻的夫妻在最安全良好的环境之下建立自己的家庭，全民共同努力，确保台湾的安全。我希望用台湾资本市场的力量帮助台湾的经济成长，把我过去做知识科技的精神跟热情带到国会。听专业，相信专业。大家好，我是主播赖正凯。你知道胶原蛋白会随着软骨的退化而减少吗？掌握增强行动力的密码，35岁就是个关键。你想要嫩 Q 嫩 Q 的，就要搞懂你的身体宇宙。虽然我常常写错字，所以我叫错别字，但挑选保健品倒是没有错过哦。一天2包 4D具有专利胶原蛋白，增强行动力，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闻。实际研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德国专利的原料进口，专利 BCP 生物活性，平均分子量3000道尔顿，小分子好吸收，重要的是重金属需要检验 SGS 检测全都过关，品质把关有保障，成分单纯零添加，吃了超安心。无论你是银发族还是运动健身族群，都十分推荐。因为这不是药，保养习惯从现在开始，90天的青春有感计划，打造行动有感每一天。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一个想法后面都有一句金句，对，它不长，但它短短的，对。但是我觉得它很特取到每个人的心，对，它就是很单纯、很纯粹。我超可爱。记得给自己多一点肯定，你真的超可爱。啊，这个没有，他这个是单纯的从雷达回击，你知道吧？像雷达回击，你想想看，所有的人都是尽量想小嘛，不要让你看到。对，他完全反向思考。对，我把我自己搞得很大，你以为我是一个很大的民航机？他完全从民航机体积比这个大很多。对对对，他可以看见体积很大，可是问题你在飞行的时候速度比民航机快那么多，这个不太可能。民航机最快大概飞个时速1000公里吧。嗯。啊，这个1000多公里，你怎么可能用0.85马赫在飞？那飞机上人不晕倒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至于啦，可能不至于，但是看起来是一个很重量级的一个雷达萤幕的效果哈。就本来大家都要缩小，他故意把它放大，因为据说美国也有，那我们就请教张彦廷将军了。这个美国的 ADM-160 微型空射诱饵，据说它飞弹上也会装一些雷达反射，也是一样，让它在雷达萤幕里面看起来像是飞机。对，空巴 A-320 不可能飞那么快啊。我们有时候这个是后面会有脱曳式的诱饵。对，它空中它可以回收的，它放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线牵在那边，你有时候是飞弹要打的时候你打到诱饵，对，就诱一会儿诱就消耗了嘛，你打没打到诱饵，它每次还有金属放大器，
因为跟飞机很像，而且飞弹是从后面来的，一打打到右耳没问题，他拖一次，他准备落地的时候不能拖，因为可能会挂到场外外面的这些建筑物。没有，他可以卷回来，他可以空中可以卷回来。哇，这么厉害！这个拖曳式的诱饵，现在拖曳式诱饵是战斗机里面哦，一个自我防卫的。你除了丢那些干扰丝跟火箭弹之外啊，拖曳式诱饵是很有效的自我防卫的一个武器。哦，原来装备一个装备，原来是这样子，而且所以有很多伪冒的方法。而且它虽然不大，它是膨胀，让你感觉到我是很大的飞机。在后面，它会那个它的金属放大器，那个 LV 收起来啊，好明显就是后面这一个。其实你要打的是前面那架飞机，一山还有一山高啊。这个就是拖曳式的，哇，所以未来这个电站是一个轰炸机，轰炸机才可能飞那么快啦。然后你把它当作轰炸机来打的时候，结果真正的轰炸机躲在巡弋会。对，它就是让你搞不清楚我是什么，让你花时间去猜，哎，这个会不会是有可能使用了某些的这个方式来伪装？比如说中国大陆推出的这个叫金丝罩啊，这都是一些最新的这些雷达里面呢，让大家可以的误导的方式。然后再来呢，舰长，最近美国媒体商业内幕也披露说，有一种叫做核式飞弹，中美都在开发核式飞弹或叫做预制飞弹。他说这是一种货柜化的飞弹发射器，可以安装在商用或者是军用的船上，可以商船假装。我在说这个不单是中美在合作开发，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要去开发，包括我们台湾也要去想办法去研究它这东西是什么东西。你这样去看了，大概在三五十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所有的装备都很大，一个雷达那么大，一个主机在下面，一个这个计算机跟那汽车一样在那边计算，然后炸弹是炸弹，所以那个时候的飞弹啊，你不太可能说什么东西都包在里面。当时雷达是雷达，计算机是计算机，飞弹是飞弹，这整个加起来才是叫做一个战斗系统。那现在的技术发展，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三样东西已经哗。小到这么小了，通通在一颗飞弹里面。现在的所谓这个飞弹就叫做主动飞弹，打出去以后它所有战斗系统全都有。所以现在开始的所有战争它改变成形式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所有的载台都是运输工具，记住好，它就是运输飞弹的。所有的飞弹是独立的飞弹，那我给它装在一个如果说我们模组化的一个箱柜里面的话，那你还可以换各种不同的飞弹呢，装进来以后它就可以安装在任何，记住，任何载台上。所以就是只要装得下它这个货柜就可以，里面就是飞弹，就飞弹在那里，它完全自主，你只要告诉它往哪打，那怎么控制，可能我一个手机接插个线头就要把它发射出去了。所以它变成叫做军民合一的一个国防，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做不到，一直想做，为什么以前做不到？因为以前东西都太大，现在做得到了。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台湾中科院叫他去做，三年之内我告诉你他可以做出来，这个一点都不困难。然后呢，你可以摆在任何的船上，渔船、海巡舰、商船，当然它有利有弊。第一个弊就是什么？以后大家搞不清楚谁是作战舰谁不是的，那你的敌人可能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打掉，所以会伤及无辜的百姓。但不管如何，他对一个弱势方，像台湾是弱势的，他都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因为这是结合军民两用，暂时你要用到一切你可能用得到的载台，对，而不是只有军舰。对，所以未来我补充一下这个黄舰长哈，是，其实这个有点歪打正着哦。怎么最早想要做的是美国啊？为什么？因为美国他们不是搞了一个滨海作战舰吗？对啊，滨海战斗舰。然后不只是海军自己闲的臭头，到了美国国会里面哦，被列了100多种缺点，说你根本没有攻击力。对啊，这个海军哦，实在头痛的要命，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这个滨海作战舰，要卖也没有人要买，要用好像也不太实用。然后他们就去想一想，那我为什么会没有战斗力啊？我就是因为装不了标六的导弹。对，那装不了标六的导弹啊，就去研发说，那好，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滨海作战舰的甲板上面哈，
可以随时组装，因为滨海作战舰本来就是模组化的设计，可不可以用个模组哈，一个盒子样子的的这个，这感觉很像乐高哎，就是把它拼上去嘛，就是乐高的观念，对，乐高的概念。那可不可以设计一个标六的发射系统哈，不要垂直的，然后这个是可歌可泣的，就是说设计出来的结果呢，是标六的飞弹哦，放在一个像货柜一样的盒子里面，可盒子是密闭的，里面要灌氮气，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本来那个滨海作战舰就没有相关的保护飞弹的措施，飞弹最怕盐分等等，对，所以里面什么灌什么氮气，灌什么东西，把它密封起来，等到要使用的时候打开，然后斜斜的竖起来，竖起来的时候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那这个时候飞弹发射最重要的排火焰，对啊，不然把整艘船都烧了。他们成功的克服了排焰的问题，还有货座力的问题，因为你那个滨海作战舰本来就没有想过说发射飞弹嘛，那所以克服用那个各种技巧去在这个货柜里面就克服了货座力跟排焰的设施啊，因为它一个里面装两个啊，一装两个，这个构想是很早就有了。最近才做出来，就没想到构想出来的时候，解放军就知道这个 idea， 就开始去研究了。解放军现在把它给做成中国的货柜样子的，对，让你分不清楚啊，就比那个原来那个滨海作战舰的那个更大啊，更大。我们说滨海作战舰算12尺的这种货柜，大陆就做20尺的货柜哦。我不是一个精确数字，但就是说比喻。然后可以装多少？4到6颗，哇！里面可以装4到6颗。对啊，我说哇，大陆实在是哈。那我们再连接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核动力的那个货柜轮、滚装轮。对，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大陆的商船，那这商船的货柜得有了半天。然后最上面那一层，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飞弹？对啊，哇，这个是头痛啊！这真的是头痛啊！对啊，这头痛啊！你除非有情报人员或者是什么东西，你没有任何工具可以侦查说到底哪一个货柜啊？因为货柜外面的一定漆几个颜色，什么Maersk 哈，比如说长龙的哈 ，Evergreen。或者是那个 GIM， 你们常常在马路上看到的没有？那货柜，它跟漆的一模一样，你根本搞不清楚、啊。哦，这真的分不出来，所以真的是一山还有一山高。那现在呢，就是跟美国说，你有我也有，好吧？目前只有这两个国家有，对，其他的国家哈，在一直在排演设施上，当然有些国家是不需要，但有些。我知道日本人想弄，可是一直克服不了。这是装在船上，但是飞机上也有，因为这是装在船上，飞机上也有，叫这个叫做快速龙 （Rapid Dragon）， 这是美国拿日本的西兔运输机，他拿这个类似那个我们讲到就是刚刚讲到的核式飞弹呐，他把那个战斧的飞弹放在里面。6枚，1、2、3、4、5、6枚，一个闪一拖出去了，在空中的时候闪出去之后，就开始发射了。它这样子，因为你不能在飞机前发射，这个西路它闪一拖出去之后啊，这个整个货柜拖出来了，上面有6枚战斧，就一个个发射，它这个就不要了，这个空壳子就不要了，直接丢掉了。就这叫快速龙哦，快速龙。对，美国跟日本在合作，放在日本所他自己国产的西兔运输机上面。它这样就被改装，变成运输机，将来变成轰炸机。为什么上面挂的是这种战斧巡弋飞弹？是这样子，它可以跑，速度，因为毕竟在空中攻击，它的机动速度快，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未来就只要是放得下，都可以变成轰炸机，就变成是一个这个概念了。哇，太难想象了。那再来，詹廷章将军跟您请教，这个很难吗？美国空军宣布，他们用这个 C-5M 银河运输机为一架明年说9月要退役的 KC-10 空中加油机，它实施的是叫做反向空中加油。对，像 KC-10 KC-10 它可以总共可以载160公吨的油，但是它有60公吨要自己用啊。对，100公吨是空中加油。它是有三个管子，这个三个加油管子，但是问题是它油用完了，给这些这个战斗机加完油之后，它这个油是不是空了？对啊，那油空了是不是要回去落地加油，把这个油箱加满？不用，只要C-5A银河，它把它变成一个空中油箱，把这个空中运过来之后呢，对这个 KC-10，把这个C-5A银河式里面的油给灌，把这个。KC-10了，灌满之后，你去加战斗机，
因为 C5M 的银河式的运输机没有办法对战斗机加油，它没那个装备，对，也没有那个东西，飞行的平衡力不够。对，我没有那个装备，也没那个技术，但是我把你灌满，灌满之后你也不要回来落地，你继续对这些战斗机加油。那它为什么可以对那个加油机就可以？可以，要它一个就可以，单管就可以了，因为你要去搭配给战斗机那个管是很细，它这个出管，出管，而且它在上面，所有加油机你要注意看了。受油机要在下位，对，没错，可以腰弹弄在下面 ，C5V 在上面，对它都空中加油，它加满之后它离开，对，这个东西它已经满了，对，可以腰弄满了，继续对这些战斗机，你不要回去落地，我已经帮你灌满了，它变成一个空中油罐车，意思是油罐车，那我问一下，把这个母机哈。这个油料的这个母机 K C 幺洞灌满就可以了。对，那我再问一下，将军的形容很，对，那个空中加油机就是加油站啦、啊。对，然后那个运输机哈，就是运油车，对，运油车。不是、啊，性质不一样。我只想问啊，在战争当中，这两只这么大的空中加油机跟运输机，不会很容易成为目标吗？它有空中加油走廊。有警戒的空中战斗机帮他做警戒的，他没有在战场里面，对，在战场外，因为他你要知道他有空中加油机，他可以远航程的，对，他空中加油在安全区域，而且旁边还有其他的战斗机做警戒，那他们三下三上，当然有的是加两架软管加两架了，加上中间一个硬管，有时候可以同时加三架，那很快的，三分钟就完了啊，三分钟就可以加完就完了，就离开。你看换三个进来，当然你要去对接。战斗机的油箱不大，对，这个白天非常容易，但是晚上还有我夜间空中加油，哇，看灯光看技术，对，因为它靠接近率。对，我的速度，它的速度350海里，你也速度也350接近。我那个空中加油机的平衡的那个技术哈，比那个运输机高太多了，所以不是说我运输机就会自己当做加油机啊，不行啊，对对，不可以，到时候跟战斗机就撞在一起。对对对对对，哇。这很可怕，完全不一样。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美国又出招了。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中国的 AI 技术。我们都知道，现在真的非常的厉害，但是被武器化，这个不是我乱讲，这个是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他美国呢，现在指控中国大陆在窃取美国的 AI 机密。你知道美国就是这样，他总是觉得别人都要来窃听他，要来偷他的东西，然后警告中国呢，说他们在利用 AI 为每一位美国人建党，有可能吗？他说 FBI 已经把 AI 列入需要保护的关键技术清单里面哦。那 FBI 的局长瑞伊就说，中国努力用 AI 改进骇客行动，然后用美国技术来对付我们，然后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总顾问格斯特尔他说，中国可以用 AI 为每一位美国人建档，包含他的健康记录、信用卡、护照号码，以及你爸妈是谁、你孩子的名字等等的详细讯息，有可能吗？中国要这样干嘛？他说，敏感的资讯用来调查美国的卧底跟官员，有这么大数据量吗？不是，这很简单啊，不难啊，一点都不难。只要中国有没有在做？有，做的好不好？还不够。那美国我们在做，有做了好不好？做了还不错，我们现在必须让他们承认这个事。这情报不是，这情报界大家都知道的事啊。对对对，好，所有的中国人哈，只要过境任何欧美国家的资料，都在美国的情报系统里面。嗯，你一个人跑，哎，这个倒是啊，对，没有去美国，他们两个比较进入荷兰，啊，都是荷兰的，应该没关系。对不起，资料就在美国的资料里面，他们还显示。张恩廷当过这个将军这个司令，然后这个上过前进战略高铁节目，对，固定班底。美国这套系统啊，他们自己知道，就是说我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中国大陆大概也不差哦，也不差。那中国大陆为什么会相对落后美国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国家配合他啊，对啦，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美国是。只要你过境美国，那100%，只要是美国的盟友，对，可是五眼联盟有这么多国家，你五眼联盟是情报交换的，不是啦，五眼联盟就你只要进入澳洲，连连辨识，马上就到了系统里面去，啊，你认得五眼联盟以外，其实比较不配合这一个国家叫法国，其他的欧洲国家几乎每一个都配合，北约国家全部都投降，啊，法国例外。法国当然有点搞怪了哈，但是偶尔也会配合了，所以他不是把每一样的资料都会送给美国，但是只要中国人的资料，法国一定送给美国，你放心好了啊。
那这个一套系统其实最早的是美国开发出来的，应付全球恐怖分子的。对啊，它最早是专门抓穆斯林啊什么。你看，不然川普怎么那么那么嚣张，一上来讲说，嚯，哪几个阿拉伯国家穆斯林不准入境？你怎么知道？嗯嗯，对不对？因为很多穆斯林，我们不要刻板印象哦，是一定要包头巾啊，穿那衣服，没有。很多穆斯林是西装革履，看起来跟欧美人士基本上哦没有太大的差别，尤其是我们东方人根本看不太清楚他的差别哈。可是对于哈他的人脸辨识系统，在川普上来的时候，他都清一清二楚。嗯，对，那这个就是人，我们讲人物志，人物志就是人事情报。对啊，对啊，把这个所有的他的出生地、年纪、职业、学历，然后他的专业专长，他都管制。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不是按手指，按手指外面，你看那个镜头。盯到镜头就被更新一次了，还没有是照相，马上入党，就是因为你跟三个月，你去年来的，你的脸已经变了，嗯，他要被更新的资料，而且中国大陆对我们都有，为什么？因为美国哈，包括他的银行系统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敏感人物，敏感人物就是说。你曾经在军界，对，哦，在政界，哦，在媒体界，比如郑玉珍一定会被弄上去，啊，你跑不掉的，没办法，哦，他就在全球收集你所有的资料，对，你今天威尼斯，他马上知道你在威尼斯住哪个酒店，嗯，这一套系统已经搞很久了，啊，那大陆平常心讲啊，是有点的落后几年在做的，哎，所以除非你进入大陆，等于华尔街认证说中国大陆有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帮每一位美国人的资料建档。技术是好，技术都知道啊，不难。可是问题是你收集的管道真的对中国大陆不如美国嘛？因为中国大陆你一年有几亿人出国旅游，对不对？出国旅游都到欧美国家去，到日本去也通通被存档了。嗯，打击犯罪，三箭齐发：一打诈，二扫毒，三除暴，为民除害。总统选三号，整顿治安最佳拍档，打诈除恶，铁腕出击。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 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寄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快点给我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中天文创 Keep Fighting 推出中天女神榜及中天男神榜，精选女主播和男主播最美照片套组，在主播专业的工作风格表现之外，今年照片风格特别期望传递每一位主播们的专业自信与独一无二的个性。中天女神男神美照套组给您无所不在的陪伴。2024，我们相约一起 Keep Fighting， 坚持奋斗到底。每位主播4张美照一个套组，将附赠中天2024文创相框一个，请上快点购下单即刻收藏，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折扣。而且他还给你分裂，你是谁，你是谁，或者跟你的脸型一样的东西，通通归在里面，所以搞不好一查是你弟弟，你自己就不晓得你爸爸以前生过外面生过弟弟，他就不能弄出来。对啊，是真的。这种我讲的不是笑话，我讲的不是笑话，这个是建立资料库。对对对，这个人事应该是很多国家都有在做的。这个人事资料库啊，人事资料库可以抓出很多的我们所说的大数据。对对啊，他大数据这个是从事隐匿的，这个是从事情报，这个要管制，因为他从事武器制造。或者是资讯，对，他到美国来，我要注意到他特殊人物，他特殊人物，因为他进来之后会不会搞那个木马进来？对他来干嘛？我在外面木马好防，你到美国搞木马，我拦防。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曾经制造武器，他是武器专业，我到美国来会不会搞这些东西？是这个样子。他从这个资料库建制变成大数据，现在中国大陆也对美国也这样做啊。对，那你说人眼
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大陆在演唱会都可以抓通缉犯了，这一点技术难不倒他们。对，难不倒。那现在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做了，他先建立资料库，是资料库完毕之后就大数据，大数据人员情报就出来。我们这个包含舰长早就被中国大陆资料库，下次我要戴面具去了。下次看，他就说：“哎呦，这个怎么舰长变年轻啦？”状况一般，他拉皮了，他都知道拉皮。舰长如果去泰国的话，去泰国旅游的话。也会被列入吗？不是，泰国是一个很厉害的左右逢源的国家，保证也给中国，保证也给美国。对，因为我听过一个情报界的朋友说，这个人物志哦，人物志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哎，真的，我也因为你会忘。而且他不会忘，真的，而且连诈骗集团都可以知道我们的电话啊、名字、住在哪里了。AI 去整理，这个情报肯定得跟上。你的收入你都会忘记哪一笔，他一清二楚，你还忘了两笔，他都告诉你啊，你有这一笔，我都把都资料帮你记好清楚。对，所以啊，感谢这个华尔街日报认证啊。好，来接下来呢，哎，这个消息有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请教蔡博士啊，美光跟福建晋华哇，终于达成全球和解，而且是撤回彼此对方的投诉啊。这源头是这样的：2023年3月啊，这个中国网信对美光嘛，就网络安全审查。然后呢，2023年5月的时候呢，那北京就以网络安全为由嘛，就禁止了关键基础设施的营运商采用美光制造晶片。美光就发现了，哎呦不对哦，这个会让公司跟总部在中国的这个销售一半受影响。所以现在算不算是示好呢？美光也宣布啊，未来几年呢，要在西安封装厂投资43亿人民币。我跟你讲哈、哦，有趣的是，这两个案子都台商。对，这个福建晋华是谁？就是台湾的联电啦、啊，要不要讲别的？台湾联电啊，哦，他你双方们是以前哦，美光哦做了坏事，跑到美国国会里面去说小话，说台湾的联电哦在大陆上啊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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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生意很好是不是？不，台湾的联电的技术在台湾不是顶级的，大家都知道嘛。他跟台积电距离是有一段距离啊。对不起啊，曹兴诚，我说你坏话哈、哦，是真的有点距离嘛。你看股价，联电的股价40-50块啊，然后那个台积电股价500-600块，就知道谁强了嘛。可是联电的技术在福建啊成立的。福建晋华啊，那个时候的曹兴诚啊是统派，啊，他还积极主张一国两制，啊，主张中国统一。那现在当然曹兴诚现在离开了联电的管理阶层，他已经没有管理的权利，他也不是大股东啊，哦，哎，他现在改主张台湾独立了，哦，这个很搞笑。那福建晋华被美光指控侵害他的各式各样的权利，那福建晋华也就是告他。哦，等等，所以双方面缠斗不休。福建晋华说：“我的技术是来自台湾联电呐、啊，那你怎么指控我侵占你的权利呢？”哦，所以两方面，那美光想一想说，福建晋华的真正的另外一个股东啊，是不懂的半导体的福建省政府，你跟他纠缠有什么意义呢？哈，对，所以需要和解，表示他跟中国政府和解。再来哈，在西安的这个封装工厂，那本来也是一个台湾的封装工厂，那只是他专门帮美光，就是大概80%帮美光做封装，20%帮中国大陆的其他厂做封装。那这个前段时间呢，美光被修理了以后，他就想示好，那就跑去跟台商讲说，这样好不好？你卖给我好不好？我们以前的条款说，我东西都交给你生产，你封装，那你这个为了互相取信哈，你我有需要的，你股权要卖给我。对，那这个台湾的这家封装厂哦，是一个独立的封装厂啊，在台湾很小，没想到去大陆做这么大。那就好吧，好吧，干脆就卖给你吧。那所以美光就跟大陆讲说，你看看，我没有要逃跑哦，我没有要撤资哦，我要永久在中国大陆耕耘。你看看，我就把我下游厂商都买进来了，那我就宣誓效忠。美光就是跟中国政府宣誓效忠，想要保持稳定、长期合作的关系，一点都没错嘛。不，表示说美光哦，最近走对路，因为以前中国大陆跟美光警告，你整天去。打小报告，国会里面打小报告啊！你找哪个公关公司做什么事情啊？然后你的人员进出啊，我都有连连辨识哦，你要搞清楚哦。是的，对。所以这个问题来讲的话，美光现在懂了啊，乖了啊，所以应该中国大陆委会
既往不咎啊，有过能改啊，会放宽的、啊。对，如果你成为变成好朋友，没问题。好学生，好久就来了，好久就来了。啊，的确啊，常常我们都说啊，美国啊，常常在做一些晶片上的打压，都会打压到自己的朋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黄建长，你有研究这一题吗？印度搞什么鬼？印度最近说他们要打击金融犯罪，结果居然逮捕了两名 Vivo 印度分公司的高阶主管。包含临时执行长跟财务长哦，做事的跟管钱的都抓起来，所以呢，发言人觉得相当震惊哎。他说最近的逮捕行动表示骚扰行为还在继续。那其实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呢，印度对中国企业就非常的不友善，比如说禁用 APP 啊 ，TikTok 不能用，微信 WeChat 不能用，百度不能用，超过450种 APP 不能用。再来又盯上了中国的手机厂，去年2月份华为就被查税，然后印度又说小米、vivo、oppo 啊这些大陆手机啊工厂啊，你们都逃税，你们都非法转移资金啊，甚至还说这规模达到800亿卢比，大概新台币是296亿。再来就是跟美国同一招，国安为由，现在开始严格审查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哎，但你这样不会把中企都逼走吗？比如说长城汽车。他10亿美金投资2年半之后被拒绝哦，然后比亚迪印度工厂也是跟他们另外一家公司合资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结果现在也传闻又被印度给拒了。我最近啊看了一个 YouTube 上面专门在讲印度是如何的欺负这些跨国企业的。嗯，我举一个例子，去年的他们扣押了小米的48亿人民币，占小米一年盈余的50%，他说你一个理由，你怎么样？你违反什么东西？完毕以后，我告诉你哦，他不是告诉你说，哎，你要缴48亿罚款哦，人民币哦，不是哦，他是你那个银行里面有这么多钱，我把你全部没收，而且所有缴罚款吧，这叫抢劫吧？他把你全部就拿走，而且所有他从开始以来到今天，所有对这些跨国企业这些处分哦，对对，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他说你这个东西钱违法我没收，他就没收了。那一般还可以说你还可以申诉，申诉没用，或者以前来讲说啊，我罚你个50亿，你说那是干嘛，我不到你这里做生意了，对不起，这50亿是你在我扣押在印度的一个钱。嗯，所以他几乎是一个强盗的行为。那所有的这个东西他不是针对中国而已，我最近看到他是针对全世界都是这样，针对全世界，他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它有一个名称，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2014年到2021年，7年的时间，有2783家外企关闭在印度的公司或是办事处，就是因为他们的地方各级的官员、地方级的官员经常包销，中央级的官员、政府经常就是一个这个理由就把整个钱把你扣住，嗯，不给你了。所以他们给印度取了一个名词叫做跨国企业坟场哦，来到这边投资就会死在这边。他们真的是这个样，所以你说印度能够取代中国，我真的是完全不信的。对啊，你别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你们刚刚只是听到中国。对对对，我看到那个 YouTube 把所有国家都讲了，德国什么、美国什么，他真的就是这样。嗯，他是觉得天天找你麻烦，找到一个，啪就扣你一大笔钱，申诉没门。不缴钱也没关系，因为我是把你直接银行里面的钱就把你拿走了。对，他说你逃漏税你就逃漏税。他说当然他一定也有一些理由啦就是他找到了一个东西，他就是这样子，嗯，你连解释抗议的机会都没有。对，是，对。那印度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做呢？蔡博士，他不是突然间这么做，他一直这么做。对，他为什么可以一直这么做呢？他底气哪来的？已经成为一个印度的制度啊。印度台外的制度吗？自从立国以来，它的进出口从来没有顺超过，都是逆超。然后它逆超要怎么去补这个空间的资金的短缺？它有几种补的方式。第一种叫做我们叫侨汇，就是华侨汇回来的。嗯，他们有很多印侨从海外这个汇回来，比如说中东很多国家看到印度人在工作嘛，对，欧美国家也看得到，他们汇回去养家，别小看哦。是一笔很大的钱，跟中国在民国时代一直到清朝末年，或者甚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一段时间里面，华侨对于这个中国内部的经济的帮助都非常的大啊。
这个叫做侨汇啊，这第一笔。第二笔呢，它是什么？就是用各种方式勒索外商啊。这个勒索外商呢，勒索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啊、韩国啦，都被勒索过。然后这个台湾是最近被勒索，那中国大陆也是最近崛起去印度投资，开始被勒索，因为他们没有被勒索的经验啊，没想到说啊，有人这么无厘头，用各种奇奇怪怪的法律，一下子说你税法不对，一下子说你劳工法令不对，那一下子又说你这个金融法令不对，银行账户有问题，感觉二三十年前才会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是普通法制度，就是说都是判例，那外商就搞不清楚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对，那他就跟你乱掰，乱掰，那法官乱判，法官乱判，都是爱国法官。你很难赢，那这样外企是不是真的不敢去印度啊？是啊，因为不知道才会去啊，除非你有原来是这样很硬的背景，吃过亏的啦，很硬的背景。我举个例子，我就公开讲没关系哈，有日本哈这个松下到印度去投资，刚开始不懂也吃了亏，用劳工法令卡你就是跟伪创一样，伪创卡到最后官场走了，对啊，劳工法令卡你就给你罚款啊，然后给你诉讼啊，搞到你。我是来做生意，我不是来跟你打官司的。那你知道印度人打官司哦，什么怪招都有，什么什么这种非常理的手段都就只要搞得让你在法庭里面哦疲惫不堪，然后律师费一天天涨，那律师又是印度的律师，对，所以这是个产业链哦，法官也赚啊，律师也赚，检察官也赚，所以他们司法部的收入哈，全世界只输一个国家，叫做美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根本靠法律诉讼在赚钱，所以这一笔也给他们补充。国际收支一笔很大的钱，第三个就欺负外国政府，对，因为他觉得我有战略要点，你美国拉拢我啊，你俄罗斯拉拢我啊，所以前段时间不刚发生吗？俄罗斯说哦，我卖你石油，然后他说对不起，我给你钱付卢比，你要不要？俄罗斯讲说卖卢比也没有问题啊，我可以拿来买你啊，对不起啊，他说我给你的卢比啊，你只能跟我买东西，不能跟别人买东西，跟别人买东西我不收，哇，我天哪，这什么把戏都有了。印度规则。这印度规则，那他得到更大一笔财产是什么呢？是苏联当时这个所谓苏联垮台的时候，在他欠苏联很多很多的钱，因为苏联卖武器给他了，卖很多东西给他，那他本来要付款，对不对？照道理讲好是要付美金呐，啊，就他不是。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没讲清楚啊，我应该付这个苏联的这个卢布给你啊，然后你苏联政府倒了，换到俄罗斯说啊，你这不两个不同国家，我不需要付给你。拜拜。几百亿哎，美金哎，所以他是靠了这种奇奇怪怪的手段，不断的在弥补他的这个收支的一个逆差。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对，所以中国要在那边做生意啊。我再补充一句，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我几乎不相信。你们都以为缅北诈骗很厉害，对不对？哦，对，全世界第一厉害是印度。对，我补充一下，他说金额大得不得了啊。不是，印度哈是从台湾跟中国学到了电信诈骗技术。对。然后为什么？然后在印度发扬光大。不是，我们感觉不到印度诈骗的。对啊，因为他们的语言不通。他们都诈骗英语系国家。哦，所以他们诈骗英语系国家。什么美国啦，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啦，哈。搞得美国人已经很烦，可是美国人需要拉拢印度又不敢。对，印度的电信诈骗事业也是弥补他们国际收支逆差的一个很大的收入的来源。这个听起来也太可悲了吧？美国的盟友来诈骗自己，啊，自己的国家的啦，为了拉拢他对抗中国崛起，他有原因。因为很久以前那个网络刚起来的时候，很多跨国公司的那个接线生啊、答询生，通通是挂在印度。对，后来结果别的国家起来，菲律宾起来了，他就这些公司人就闲在那没事做，那就顺便来一下没工作，所以就赶去做诈骗啦。结果他们诈骗做的最成功，从台湾跟中国大陆引进新的技术啊，引进新的故事，引进新的剧本。不过呢，真的是要小心诈骗啦。来，今天最后暂停，张将军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呢，技术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啦。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呢，有开始在管制一些技术，比如说呢，有关于稀土的提炼、加工、利用。禁止转移到境外，是不是在防美国啦？对，这是让这个是稀土是战略资源，因为做 LED、做太阳能，还有做永久磁铁、做电脑，还有做手机的面板，甚至
尖端的太空包含先进的战机都要稀土，稀土的话中国大陆的储量是将近这个全世界的将近快一半，全世界稀土的储量是 1.2亿公吨，对，但是有5500万公吨是在中国大陆，然后中国大陆它的开展技术还有环境污染它可以控制好，所以它的稀土的出产锗啊镓啊这些包含皮啊，它总共占全世界的市场83%，重要重要吧，而且提炼的技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比较先进，如果跟这个无限制供应到美国去，那美国的科技尤其太空还有我们讲到的这个尖端的这个战略的武器，那美国现在都大发利是，它现在一减量供应，美国这方面的生产就受到影响，受到管控了，所以这个稀土在中国大陆来讲，是它除了储量，它有几个优势，储量的优势，它将近全世界的50%。第二个，开采的优势，技术优势，它的成本比较低。第三个，环境污染，加拿大也有啊，美国也有啊，包含我们讲到的，习近平不是到越南去访问吗？他那个地方也有，对，但是问题是他们的技术都不够，越南的。储量有，但是技术不够；其他的有，但是怕环境污染。所以那中国大陆这有这方面的优势啊，让这些美国的西方国家的这个尖端科技啊，不要那么快的发展，因为我有稀土在我手上。对，一物克一物啦。那你卡我的晶片，我就卡你的稀土啊，看谁撑到最后。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前进战略高地，好朋友们记得帮我们按赞应援，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祝嘉许哥新年快乐，天天开心。邓嘉许，你为什么要泼他？会不会疼啊？屏住所有所有，忘记我们一定会爱吃爱受的打脸你们。大嫂，你是杀人犯还是怎么了？对，你好意思上学？1月2日晚间11点，罗琳雅塑身衣偷偷藏不住。我看那个每次那种外面的绳子，要么它就是那种绳子是那种卷的，就是那种圆圆的，然后你光看你就会觉得背久了很痛。我在市面上很少看到那么宽的肩带，它比较像是识别证的那种宽度，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有示范啊，就不管是这样绕在颈上还是说斜挎，我自己背下来我都不会觉得痛，而且那个 Life 还可以移动，对不对？很可爱，所以我就可以这样用完手机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放着，然后我其他手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运用。还是说什么交换礼物，我觉得这个很实用哎，因为烂礼物就是大家不会送嘛，可是我觉得送这种手机挂绳还蛮实用的。我们在52台被撤照，我们在 YT 被限流被黄标，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这样触及，我们全都遇到过，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